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 CBA 总决赛第二场最有争议的就是犯规问题，广东一个易建联就深受犯规困扰，被迫早早下场休息，主帅杜锋只能无奈的变阵，但这一改变或将成为广东未来的新战术打法。比赛的上半场，任骏飞早早就三罚下场休息，易建联更是四犯在身，都有点不敢伸手了。结果第三节刚开场，易建联又迅速吃到个人五犯而再次下场，失去内线支柱的广东面临输球危机。杜锋决定放手一搏，派出了周鹏、任骏飞、赵睿和双外援的广东版死亡五小阵容，想出奇制胜。结果这套阵容打出了惊人的效果，他们利用无限轮换的防守和更快速的攻防转换，用一波攻击波打懵了新疆，把领先优势扩大到将近20分，几乎就此奠定胜局。虽然死亡五小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不难猜测杜锋应该是早就为易建联的缺阵预备了这样的解决方案的，不然真以为他一个临时调整就能取得奇效？好了，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